我们今天来拍什么呢？十五岁以下青少年国手选拔赛，中正国中周秉成这次已经晋级了。听说你这边有一个越级打怪的天才型选手。早上好，今天是我在台南的第三天。昨天下午拍完比赛之后，我就回到饭店租借了脚踏车，去了国华友爱商圈，大概五分钟吧，还蛮方便的。然后今天的比赛呢，男生是排名赛，然后有女生的初赛，我相当期待，终于女选手要见到我了。不是，终于我要见到女选手了。饭店有附早餐，我先去楼下吃个早餐，我们晚点见，拜。什么学校？什么名字？中小国中西云秀，长荣中学林新培，长荣中学黄守兴，中校国中刘宇杰，连玉兴。我们是三名国中，我是魏千寻，我是江佩云。三名国中，我叫陈元信。来，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哈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当初会打桌球？爸爸希望我可以打桌球，他就身体健康。接触了之后就觉得还蛮好玩，然后就继续。爸爸妈妈想要让我运动，就觉得桌球对我们来说比较好，比较不会有萝卜腿。你呢？跟他差不多，因为兴趣，然后就调眼睛，打一打，然后就转到德高练专场这样。那你呢？就是小时候跟姐姐一起去练，后来姐姐课业比较好，所以她就读书，我比较有兴趣。二年级的时候就加入社团，然后就一直打打打打，国中就继续练了。我觉得二年级参加学校的社团，然后就觉得好玩，练球很好玩。对，还是教练长比较帅。我们就是老教练，现在是年轻的。将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？希望能拿一个青少吧，全国赛在德国，对自己的一个肯定。对，你呢？希望拿到全州运的奖牌。你刚刚明明说想要成为高富帅的老婆，你怎么知道？没有，那个是开玩笑。哦，这是开玩笑的。就当全国手，全上国手就好了。可能高中就不会继续打了。自己的决定还是爸妈的建议？我自己的决定。想要好好念书，嗯，对，就是未来希望可以唱歌。哦，未来的梦想。学吉他，想要自弹自唱。对，我会弹钢琴。所以你又学桌球，又学钢琴，现在还要再学吉他。你想当全方位艺人就对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可以跟刚刚有个想当歌手的组一团。那最后一题呢，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家人或教练说？谢谢我的妈妈，很支持，默默付出。谢谢爸爸妈妈，就是假日都会陪我到球场练球。谢谢栽培我这几年，我将来就会努力成为选手。谢谢他们帮我培养长大，花钱让我们来学足球。谢谢他们让我来打比赛，不会限制我说只能读书。谢谢他们，然后就支持我打球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希望你顺利进得奖。
问选手的名字是江庭杰、陈正哥哥、赖宏毅的妈妈、海山高中国中部蔡恩宇，目前在新竹香山高中。当初是为什么他会打球？他就是在新北那个土桌那边跟阿北在打，他觉得蛮有兴趣的，又加入桌球队，然后就练得很勤、嗯。他很喜欢，是因为他喜欢运动吧，然后刚好学校有这个团队，是就让他去报名练练身体。那毕竟他一路国小国中升上来，会有一些课业的转换。身为一个家长，到底是怎么样去帮小孩做这样的决定？说哦，你就是继续打你的球、嗯，或者是你不要打球了，好好念书。一开始是让他去接触运动嘛，身体健康，自然而然就可以在学业上会有帮助了。不过上国中之后，就真的会影响课业。是啊。为什么我们会继续支持他打？其实我们当家长一开始就要了解说，如果你确定要走这条路，学业跟球技是没办法兼的。有没有什么样的话，就是让你的小朋友知道，其实妈妈的内心话有什么？是想说对这个桌球蛮有兴趣的，尽量发挥、不要有压力，相信他啦，尽自己最大的力，不用管结果，把过程表现出来。当然希望他不要放弃啊、面对任何的比赛或者挑战都能够坚持到底。其实能不能打出很好的成绩，甚至说当选国手，其实能够当选的就那几个。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当国手，但是我们每个小朋友在这个训练过程跟练球阶段，你都可以学到一个很好的品味，一个很好的人生态度。我想这是最重要的。怎么学校什么名字？辉仁国中李日允、蔡依君。第三国中宋义伟、林恩成。第三国中陈平瑞、苏长瑞。辉仁国中徐善宇、陈瑞瑶。当初为什么会打桌球？就只是身体健康而已。一开始是从社团，然后后来就是校队教练就找我进去练，然后就打到现在。有兴趣？爸爸有打球。未来有没有默默心中有一个梦想，想要做什么事情？就是可以选上助兴，我之后没有要走这边，我之后走美容美发。哦，你觉得那个对你比较有趣？嗯，就上场要得名，全场15岁国手。近期的梦想？对，当教练吧，应该也是吧。上场不要输球，做好了前十。外面也是前十。未来如果不打球了，想做什么？教球，我也是教球。不打球就教球。弹钢琴，小时候就喜欢。喜欢音乐，你呢？躲避球吧。所以其实你本来就热爱运动。哦，那不错啊。以后他打躲避球的时候，你帮他伴奏。有没有想要在节目上跟爸妈说什么？零用钱给多一点。对，好，就这个好。我很富有。感谢爸妈给我那么多的支持。谢谢家人跟教练，谢谢他们教我，然后支持。谢谢爸爸，然后是给我这个钱来学，然后谢谢家人就是教我打球，这样把我一路这样带上来。谢谢爸妈，谢谢爸妈给我那么多的支持，不管是金钱还是精神上。对，谢谢你们，我会加油的。这是我在台南的最后一天，也是第四天。今天全部都是女生的比赛，真的很期待。昨天第一次见到很多的女选手，相当热情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管选手啊、家长啊、教练，甚至主办单位都有看我的影片，反而女选手比较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慢慢努力。今天搞不好拍完之后，女选手都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去现场，再把最后一天的比赛拍一拍给大家，走吧。如果太紧张，你会怎么协调？在浴室唱歌。
问是哪位选手的家长？陈其轩，龙华国中。龙华国中陈家佑，我是从屏东过来，特别看他。加油！听说你家小鬼十八青选上了，对，他是乐龄比赛。OK， 他现在几岁？国三。想请问一下阿妈，他当初为什么会学桌球？本来从小就运动蛮喜欢。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拿着学校桌球社的宣传单说，妈妈我很想打桌球。嗯哼，果不其然他就整个投入在这里面。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孙女说？因为他比赛他说，婆婆我今天遇到强手了。我说没有关系，人家越强你越不要害怕，勇敢的跟他打，输了也不能哭哦。嗯，自己想想看人家是怎么会赢的，要用智慧，这样才有办法。萱萱加油。我相信你。选上开心吗？开心。第一次选上15，什么感觉？很难形容，很高兴，因为这是练很久，终于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，是不是？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我们学校什么名字？陈正国中确选张舒缇。五福国中谢思涵。陈正国中林嘉欣、李庆宇。新庄国中梁宇辰、梁宇欣。我是南大附中蔡佩蓉。大桥国中蔡佑珍。第一次参加十五青吗？我没有打。那你有选上过吗？前年选上两次。那你十八青后来有来选？今年第一次有上，还是在高中，但我代表国泰，我叫郑福贤。他是刚刚十五青冠军后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妈妈会犒赏你吗？选上冠军给10万，第二名给5万。没有，没有啊。选上第几次啊？第三次。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打乒乓球？哥哥当初在打，我那时候刚好视力也不太好，然后就在打。之前国小有社团，就想说去玩玩看。那时候是跟着我妈一起去看我姐打球，就觉得桌球好像很好玩，然后就跟我妈说我可不可以也打球。我哥踢球，我妈也把我丢去踢球，我没太喜欢，然后我妈就路过一个广告上面写打桌球防近视，然后我是先天近视，所以我就被丢过来。投资有正确哦。我那时候闪光上体育课，然后体育老师看我很高，他问我要不要去打球。就到现在。对。对于未来有没有什么梦想或者是想要实现的愿望？做个正直的人，然后读好书吧，上国手，就是想看能不能拼到国家队啊。先选上十五青吧，上青赏。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是在拼明年两次的十八青，还有年底的成人国手。你呢？十五青，选上国手就今年的。有没有什么想要在镜头前面跟家人说的话？在我们比赛的时候，就算我们输了，他们也会鼓励我。谢谢他们每次都照顾我们，然后陪我们来比赛。谢谢爸爸妈妈一直以来的支持。谢谢爸爸每天都很辛苦陪伴我。觉得妈妈很辛苦，我会加油。就是想要跟妈妈说，谢谢一直支持我、鼓励我，让我可以一直有成绩。谢谢姐姐和妈妈陪我，就是一路这样打上来。全部最紧张是我妈，不是我。你妈应该很开心哦，她有没有眼飙泪？不知道，只是我比较好奇，我妈看到我把她捅出来会怎么样？好、啊，那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你，恭喜恭喜你！今天是我来台南的第四天，也就是最后哈，男生的已经打完，女生的冠亚军已经出来了，明天最后。后一天我真的很感动，我甚至刚刚看到我都忍不住要擦眼泪了。这些不管小女生还是小男生，甚至他们的爸妈教练，到底什么样的心态可以这么样的确定我从小我就是要每天练球，我觉得真的蛮感动的。就是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，有什么梦想，通通都是选上国手，希望桌球在台湾可以一直有人推广，有人分享，甚至这次来好多人一直告诉我说他有看我的影片，谢谢我拍了这么多天，那希望我们来台南这四天对大家有帮助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杰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放学叫我左手，就这样跟他收钱。这个不能播啦，不能这样子啊。